你呀、啊，听说你要结婚了、啊，然后我们刚才算一算，我们大概认识了12年9个月。老实讲，你是我认识了这12年9个月来最漂亮的附中电算女生。所以巴拉，你知道吗？有多少附中电算男生嫉妒你吗？今天全场的都是你的情敌，除了我以外，一网见众。所以你们可以，你要是恨他们的话，就把握今天，就喜欢陈怡，赶快大声表达。